谁。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我的 Facebook Live. 大家好，我是中天飞 Jeffrey。Yummy Jeffrey 来到 House of Seafood Lucky，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夜晚，因为在我身边呢有一个漂亮的美女。OK， 有多美呢？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她的乳山真面目。不过还没有开始之前，请你们帮我 Like and Share。旁边的朋友听到吗？帮我 Like and Share 去 House of Seafood 的 Page 这边，拼命的帮我 Like， 我要500万个收视率。OK， OK， 那边有几百万个朋友，对不对？帮我 Like and Share， 快点，快点，快点。中国的也可以上OK， 今天我们来到 House of Seafood 呢，哇，这边排山倒海，这么多人来吃啊，他们就冲着我们的 Promotion Crab， 29块，你们都吃了吗？是的，啊，看到哦，我的螃蟹来了。 OK， 朋友们跟我 Like and Share。 OK， 来看到这个螃蟹，谢谢你，你看我们的服务周到哦。谢谢，你好。看到吗？哇，我们的服务非常周到，马上叫，马上煮，马上现过来。 OK，今天呢是个重量级的 artist， 是我以前常常看他的电视剧长大。天哪，终于有人这样讲你。有时候人家讲我听你的新谣歌曲长大，不可思议。现在帮我 Like and Share 这个动作， OK？ 如果你们帮我 Like and Share 这个动作，你们会少走冤枉路。为什么呢？因为介绍美食，它的 promotion， 它的 price， 它的 location。OK， House of Seafood 是在这个Lucky 的 Block A， OK， A for Apple， 就在梁阔的旁边。因为呢梁阔有 ABCD， 对不对？ ABCDE， 那么你来 A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 House of Seafood。 OK， 你们在这边你可以跟我 say hello， 等我可以跟你 say hello 吗？就知道谁在线上跟我 say hello 可以吗？来来来 everybody， 我看到一些脸啊，但是脸我不肯定那个名字，跟我 say hello 一下好不好？你们到底听到我讲话吗？给我反应可以吗？ OK， 谢谢谢谢谢谢。哦，有 love 有上线。 OK， 来谢谢你，谢谢你。哇，你上线，哇，好英俊的男生。谢谢你。哇，看到那个鱼了吗？哦，我看到 On Sophia， hello。 我的 Sophia 我的 Malaysia 的粉丝。我们自己弄啊，我们自己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切有什么技巧的吗？有啊 ，OK， 给他接。Okay， 我们给 House of Seafood 的韦德接。OK， 朋友们，你们来到现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哇。底下你用你的 cam 可以帮我拍单一的照片吗？要 summary 啊，因为我要分享。你要拍吗？要拍了。啊，赶快拍这个先。啊。对，拍美美的，等下我可以 share summary 今天我吃了些什么。OK， Liu NT， Hello， On Sophia， Hello， Wilson On， 谢谢。OK， Sophia 你好，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你们在线上给一个面子。OK， 跟我 say hello， 然后跟我 like and share， Wilson On， Hello， Hello， Hello。你看我们的维德多么的 service 周到，马上送过来。马逸轩 ，OK， 马逸轩 Sora Ma， OK， 我们的一位才华的一位女明星 ，OK， 你上线。他讲 Hi Miranda， 今天 Miranda 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因为呢，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 Miranda， 比较活跃。我知道中间他有拍什么王雷的电影啊，这些客串戏。路边歌王。路边歌王，所以 OK， 到底他现在变到从我们80年代看到的女神，现在是不是升级版是女神中的女神呢？我们要看看一下 ，Wave Hello Sora Ma， How are you？ OK， 谢谢你，哇，切得这么美哦！天哪，那个鱼，谢谢你，谢谢你。这个鱼，这个叫什么鱼啊？这个是笋蚝，笋蚝哦，笋蚝。等一下我会把 camera 放那个 food， OK。那么这个笋蚝呢，大大个的，等一下我就给你们看。Hi Jeff， 你好 ，Sora Ma， Thank you， 大美女。对，其实很多人都有问我，今天请了这个。可以说是吸引吗？应该想休息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了某样东西，我们换一个跑道，然后偶尔再回来也不错的。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也许拍的戏更加内敛，更加是有深度。OK， 还是一样的漂亮。压力秀，压力秀是谁呀？我的朋友。OK， 哇，你的朋友很多，我的朋友现在一个一个都不懂有没有上线。谢谢你，谢谢你。OK， 你看我们的维德多么快的。Annie, thank you, 爸爸们来学。这个是你的 pen。这个是帮助我们的 waitress， 你看和艾克，请跟先 hello 一下。Hello。OK， 500万个观众看你了。OK， 我们的服务，你做几年了这边？
一个月多了这边。OK， 谢谢你，谢谢你。OK，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美女上线了。OK，Everybody、okay? help me to like and share。今天我们的美女 ，Hello from behind your table， Stella， 张希文，我们的美姐 Mrs. Classic Universe 也来到现场，她也是一位新谣歌手啊、哦。今天很多人冲着你而来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冲着你们了，你看那个碟吧，全部是重量级的人。OK， everybody，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If you have like and share， please welcome 我今天的来宾，他就是黄静怡 Miranda。嗯，掌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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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OK， 你就讲大家好吗？你可以讲多几句，让他们。多几句啊。Yeah。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晚希望大家能够 enjoy 我这个 Facebook Live， 跟我一起享受美食。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我来这边的话，希望有机会碰到你们，好吗？ OK， if you are at Club Key， 一定来来跟我们 say hello， Anito。压力是王静怡大美，哎，她到现在依然的漂亮，你们同意吗？同意给我们 love love love， OK。If you think Miranda is still as pretty as last time， 为什么讲 last time？ 因为你消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三十多年，哇，三十年的人生可以改变很多，对不对？嗯。But 没有什么改变呢、啊，还是很像，现在更像张曼玉。没有，不是不是。我觉得这哎，真人真的很像张曼玉。我有个人特色。个人特色 ，OK， 静怡特色。对。OK， 朋友们跟我们 share like and share，OK， Sora Ma 好美，她真的是很美。OK， 一个女明星呢，这么多年没有拍戏哦，她一定是很多精彩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聊她的近况 ，OK。OK， Serene， 嗨，小倩，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 love shape 哦。你是给我还是给 Miranda？ Serene 是也是美姐。是一位歌手，黄静怡我的歌手。Oh, okay. 我有两首歌给他唱的。Serene Chin， 小倩。Serene Chin。对。啊，我不中了，朋友也上线。哪一位呀？梅姬。梅姬了，给 Mandy Son， Pretty Miranda。Mandy 也是。千珠哥 ，Miranda 大姐今晚很漂亮，玲玲姐，哈哈。玲玲 ，Miranda 大姐 ，Majin Miranda miss you， 哎，你怎么多影迷 ？Oh my god， 是影迷还是朋友？朋友。Anito Wilson， Hello Miranda， 玲玲 ，Miranda 大姐很漂亮，你们觉得她漂亮，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哦，因为很多人都很怎么讲啊，一直在想啊，到底 Miranda 在忙些什么 ？OK， 等一下，在这个一个钟头之内呢。他可以说出三十年失踪的日子，哇，不容易啊！一个钟头都讲不完。OK， 我们先吃美食，这个应该是老。该讲的讲，不该讲对对对，没有啦，我们每个我是常常被受访，我也是一个艺人，我也是会尊重跟来的来宾，什么该讲跟不该，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一些小隐私了。OK， OK， then 我们第一道菜应该是先吃这个。好。好，我们先吃这个鱼，鱼可以拿的吗？还是有火在下面？有细了，细了，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鱼，哇，春号。这个是春号，潮州蒸。潮州蒸，嗯，我最喜欢的。今天我们煮的那个菜肴呢，都是比较不健康的，哎，还是需要的，不然我们不了的，怎么办呢？啊，我不啊。OK， 看到吗？那个鱼很美哦，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不停留。我唱歌好听吗？谢谢谢谢。OK， 那说话的眼睛。哦，你有听啊？谢谢谢谢。哇，你有注意我的 Facebook 啊？谢谢。哎，我也有注意你的 Facebook。OK， 我们先吃鱼。好，美女来帮你怎么讲啊？说这个鱼。平时你吃东西都吃很多的吗？会多，感觉好像你吃很少的。不会，我看情况。OK， 朋友们，如果你仔细的看哦，米兰达能够保持他三十年前的那个样子哦，真的不简单呢。可以讲一下你最大的秘招是什么？十秒画面讲完。十秒，五色营养餐，五色营养餐。什么叫五色？就是五种颜色的蔬果跟蛋白质。OK， 对，是怎么样的一个 combination？ 它的 combination 就是水果啊，水果的萃取物跟蔬菜的萃取物。这是你本来就喜欢吃的吗？还是你为了健康来？好，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瘦？不是为了健康，我已经很瘦，现在其实我在增肥。
OK。对啊。你没有啊？我看你的腰应该最多给你28左右。你不要讲出来，我知道你们女人。哎，你可以讲的嘛。腰是隐私。腰是隐私。OK， 我猜了，我猜可以吗？嗯。我猜，我刚刚看她站起来的样子，她的腰28，你们猜黄静怡的腰多少？OK， Sorama。其实他不是，他不要吃鱼，为什么呢？我知道他不吃亏而已啊，他不是不吃鱼啊。小林姐，静怡姐，谢谢静怡姐，米人的不吃鱼，我要米人的全脸，他要米人的全脸呢、啊。啊，全脸？呀、yeah。叫我依我的位置好吗？没有天分就拍不到你。没有没有，偶尔我们会这样，偶尔我们会这样，对、okay ，我们会信，偶尔这样。怎么样？还可以了吗？26座。正如你好。Mandy 说：“猜你的腰26。”Oh my God。Mandy 你好。Andy。OK， 你看久违的这个 Miranda， 时不时上一下这个 Facebook 也好了，因为我们总是要出来见人，找一找旧的朋友，对不对？嗯。OK， 来，我们下次这个笋好。OK， 在这个好手西部，它不只是西部了，它有菜，但你看到那个 menu 很多，对不对？对，很多的选择，非常选多选择。嗯，你跟我一样，我这种 steam fish 很喜欢吃的，可以给它烧。俊男美女，谢谢 Sora 妈。哎 ，Sora， 我可以请你上节目吗？我不懂怎么请你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 message 给我你的 number。 Eric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 Lucas Fox， hello Miranda Sorama， 趁热吃，我们是要趁热吃了吗？ OK Miranda， 哎，你 比较喜欢我叫你静怡还是 Miranda？ 我一边都是一个称呼啊。 Miranda 是在你 IC 里面吗？真的、啊、我的父亲给我的。 OK、这条鱼怎么样？ OK， 不错。嗯，新鲜。很新鲜，真的很新鲜。它鱼肉很丰，很实，不像有些软软的，真的很多。因为只有新鲜的鱼，它的肉才不会粉粉。很好吃。因为你知道它的 chef 是两颗星的 ，two star of Michelin。杨雪。我看过他没有那年龄了，他是很 KL 的。你觉得呢？他，我猜他40多50多了，他的人生历练蛮长，他跟总理煮饭的，所以你今天吃的菜是总理级的。厨师。OK， 厨师包括国外的总理，就是说，House of Sibo花了很多的钱请他过来做，砸那么高的钱，主要是让大家你看今天满座，对不对？因为呢，我们知道新加坡人吃东西很挑。平淡淡的，他们是很多国家，对不对？对。所以吃东西要求很高。嗯。所以请这个厨师来是对的。哎，你没有曾经介绍过这个厨师？有介绍过。对。你跟他拍照放在 Facebook。嗯。我要吃鱼，好啊，来这边吃啊 ，Mandy。趁热吃 ，Mandy 啊，你如果有时间呢、啊？嗨。可以，可以。什么师傅？我相信是师傅。哪一种师傅？Meditation。 哦，你有 Meditation 啊？嗯，很好嘞。很好啊。难怪 Mandy 的Miranda 的那个容光，怎么讲啊？容光焕发，发皱润发。你平时会煮这些东西吃的吗？都是买的。你如果你买花客生都有这么健康的食物吗？还是你都是去哪一种餐厅？因为我们要知道哈，新加坡的 hawker center 是很好吃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味佳肴中很多油，很多 MSG， 对不对？然后这边是没有 MSG 的。没有，其实我在外面我都有吃外面，在外面用餐。嗯。但是我吃的那个有色产品是我另外再买的。嗯。那个属于说我的 instant meal。 啊，很能煮吗？还是三分钟就搞定？不用煮的，就是泡水。这就是你怎么样，你的 secret recipe 了，就是没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哪里买？可以讲啊，这个是可以 promote 啊，可以 promote 可以 promote 我
这个产品是安内的公司叫做 WBG、他们所提倡的都是、WBG 的公司 Wonderful, Beauty, MG, Gorgeous 哇然后呢那它是用、它是 植物跟、蔬菜的萃取物五个颜色它们 combine 五种不同颜色的食物、然后、给我们人平衡我们的身体的膳食、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吃我们都没有吃什么菜嘛，每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全部的蔬菜跟水果让我们平衡我们的饮食这是很好的这算是个 supplement 来的吗 No, it's not, it's food, just food、所以你吃完后我要喝红酒也是不错哦 OK 对啊所以用忌口用忌口所以非常的好我很喜欢我的孩子也吃就吃了整个人会比较轻一点对吗、你不会这样疲倦而且你、如果是超重的人呢吃的胃口就、吃不下其他东西 OK 然后比如说我是 underweight 的、它会自动的提醒我吃对的东西这些产品哪里可以买呢哪里可以买 新加坡啊没有，是 online 还是什么、online 买不到，你必须跟他的长官。John 怎么样 ？Member 是吗？哦，没有 Member， 就是一个单价。一个单价。有什么电话还是找你的找我也可以啊。OK，Facebook、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刚才静怡所介绍的这个，怎么讲呢？一个 holistic way of eating 吃起来比较健康的，饮食方面东西可以，message 给 Miranda OK， 然后你跟他们分享怎么买。可以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毫无吝啬，人家说哎可以，分享或者打广告，我觉得不是广告，我觉得说，因为你这个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美食的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吃美食之外呢，有时候我们也要吃别的来平衡生活，不是只是火锅，只是吃一种菜还是什么。其实这一块产品给我最大的miracle 就是我的 pigmentation，我的 pigmentation 浅的非常多。就是没有那么多黑色的那个。黑色素。黑色素。浅的很多。我上次之前我整个脸上的整个脸都是黑色素，因为我之前呢大概20年前。我是出海钓鱼的。OK， 你是鱼女，不像我们。因为我是在大海钓鱼，所以每天都出海，所以我每天是暴晒，我没有擦防晒的。OK， 人就靠这个口罩。这个口罩就来跟了我的 presentation 我的班的这些，当然不可能100%，毕竟我年纪很小啊。你把它能够。你看年纪像几岁？80多还是90多？没有了，开玩笑。But at least improve like 30-50% that 我以前所伤害的，我觉得我很高兴。绝对的。大家如果看这个荧光幕，就是可以看到静怡其实一直保留着80年的那个时期哦。就是那个 paper， 就是说一点点的运动，一点点的注意饮食，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什么色啦，刚才讲五色蔬果，然后是你刚才介绍的那个 B 什么 G 啊？WBG。WBG。WB，G 的 sign language 我忘记了。OK， 所以你可以跟 Miranda order OK。问到哪里 ？WBG， 利益你有吃吗？是什么来的 ？Miranda， 马玉轩问 ，WBG 会让你变年轻变美，谢谢，有吗 ？WBG Worldwide Business Group， yes， yeah， WBG， 苏春黑，我们的苏春兴大哥，哇，大怪腿，苏大哥你好，我们都很想念苏大哥，哎，苏大哥的人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他很佛心的一个人，我去曼谷。我跟他也不是那么熟，他就很热情的招待我，请我吃，对，哇，真的是感动，他很照顾我们，对，照顾我们年轻一辈，对，对不对？他算是我们的大哥，长辈，他是我的二哥，二哥 ，OK， 这个 Mandy 讲我要吃鱼，趁热吃，苏春兴有没有想念新加坡啊？OK， Hi Miranda and Jeff， Jessie Tan， Hi Jessie， Mandy 说我吃了，整个身体很轻盈。皮肤也越来越好。对 ，OK。而且它有天然的玻尿酸。苏春兴也有吃吗 ？WBG， 他都懂啊。天哪，苏春兴这个老人家，你也懂得吃 WBG， 哇，难怪我上次去曼谷看他的脸了、我去年我找他，我说，哎，怎么
感觉上你好像是我的老大哥，怎么看起来是小大哥？说哎，其实他也是很保养的一个人。对，保养很多种方法了。说他跟你一样用这个是 WPG 的保养。OK， 很好。OK， 嗨，飞文满脸口水了，谢谢。哎，以前你都是演苏春心的戏哦。生活歌手。对。怎么样？啊，没有，还有那个哪里那个啊？奇缘。奇缘吗？钻石人生。啊，钻石人生。嗯。我们先吃多一点鱼，然后我们讲一下演戏的人生。对，我就用这个，我就夹这个。对，我们就因为我们很熟，我们可以这样吃。哎，春心啊，当时你叫静怡演的戏，你觉得你满意吗？她演出来的效果，还是你觉得她哪一方面演的不好？比如说内心戏啦，或者看我看那个生活歌手的一些，我当时在当兵，我有看一点点。蛮精彩的，哎，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张曼玉了，你那个时候。我不是张曼玉，就是一个女神来的。那个当兵，我的当兵的朋友都注意到这个女神。嗯，所以我讲你80年代电视剧女神可以吗？这样。这样他有没有崇拜我最重要。有啊，我们都崇拜啊。有崇拜我。有注意，有崇拜，也有看。嗯。其实我们有时候做艺人啊，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过那一刹那的光辉，也 OK 了啊。很少有一个阿 K 是100年来在那边拍戏，永远就站在那个位置，对不对？偶尔退休的年轻人，对不对？对，嗯，是一个生活的经验。嗯，好，看看啊 ，Hi， Thank you， 不错，演技派，尤其不久前路边歌王，他说你是演技派，你觉得你是演技派吗？还是偶像派？哦，肯定是偶像派。嗯，肯定。我觉得是偶。他跟我属于性格派吗？他说你是演技派。哎，春心大哥啊，你觉得这个 Miranda 他是演技派、偶像派，还是实力派，还是 Apple 派，还是什么派？我当时看那个古装哦，哇，那个整个服装头套这些好像很累哦。服装还好啊，只是衣服很热，对，衣服我们穿两层，很臭，里面还有一件，有一个衣柜，对不对？不会啦，他们每次也会洗啊，啊，他们都会送出去洗，嗯，所以还好。嗯，你这个鱼哦，真的吃了不停的嘞，看这个鱼多么新鲜，这么大，不要浪费，吃多一点点。他们的西富龙。今天你吃的是他刚刚 arrive 今天，哦、oh, okay. ，要不然是昨天最多是送一天的。OK OK， 很 fresh， 所以你吃的很安心，而且没有 MSG。啊，没有一斤，因为我对 MSG 敏感，我的颈项。所以你现在吃感觉怎么样？还好，没有东西，没有感觉。我每个来宾吃，他们都哎，吃的很，你真的是很舒服。因为 MSG 有一个负担的，你吃对不对？嗯，对。但是我的产品可以排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吗？可以。啊，就是说把那些毒菌啊什么的，对对对，不该要的东西，对，不该要的东西，不该要的油， okay. 油粉累积在身体里面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一些餐馆吃东西，它的油，它用不好的油，对，所以它会帮我们排出那个不好的油，以油对付油。OK， 苏春心讲说你是到处派，有钱到处派，哎，你是有钱人啊，他讲你有钱到处派。苏春心啊，Miranda很有钱的吗？真的吗 ？OK， 哎，阿江信，Miranda是性格演技派，就是讲 so hungry， 看，哎呦，看 see 看 eat， 那番老 can see 看 eat， 没有办法啊。看一下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而且不贵嘞。看一下来。这些东西不贵。啊比如说螃蟹蟹promotion $29是 $100 嗯嗯，你问我，你问我怎么看静怡，我还是觉得你是演技派。嗯，好啊。而且我觉得演技派挺 go far and it's a work， 不再是为了外表而生存，而是为了历练，把那个戏的层次引出来。比如说你要演某些角色，然后呢，最重要是把那个角色引发出来，对不对？而不是把你最美的那个呈现出来，那个是错的。嗯，对。哪一个角色你演戏当中觉得很难很难，你差不多崩溃不想要演的那种状况 ？OK， 我看生活歌手演都对白的，会不会很 stress 啊？对白？不会，因为我们在里面，那时候是在里面，已经大概有一年多了。什么叫在里面？
就是在电视台，在电视台大概一年多了，所以已经习惯了。那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记台词了，所以已经习惯了，所以对我来讲根本不多了啦。一看到剧本就对，就会把它生活化去啊，就是生活，你只要了解整个剧本的剧情，大纲，然后你一看的那个台词，你大致上你就比较容易记住。OK。我现在要考静怡啊，看他能不能接这个很短很短的，看比如说你要讲30秒的那个台词，苏春心让大鱼你分享泰国的善行，等一下啊，我会讲你问他是什么派就有剪刀出来，因为他很有爱心。 OK， 我们看看静怡啊，我这个苏春心讲说你是演技派，我也是认为演技派，可是观众不懂你是不是演技派，我要你当作你已经有了个剧本，但是我没有给你剧本，我就很快的留了几个东西表情给你，你们也看看我能不能演。OK， 我也是很少演。OK， ready？ 你要跟我讲人物嘛？人物，你是我其实是一个 flat 的一个花式的男孩子。OK。其实我在外面野花惹草很多女孩子，甚至有太太了。然后我一直跟你相恋，你以为我在骗你是？在翻译的，所以你找到了真相，所以现在是 the truth is out， 真相，这个叫做真相。OK， 这个真相是以激情的，我们试试看。OK， 我先讲第一句话你就接啊，我们这个很短的，30秒就有吗 ？OK，Ready， 苏春心你讲 action 哦，让他与你分享。苏春心快点讲 action， 你要讲 action 我们才能演。Everybody， 有人带 action 我们就演。OK， 他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对，等一下会讲。快点讲 action， 我就静怡跟静怡演演演。哎呦，我讲潮州话了，你是什么人？潮州也可以啊。真的，来，我们也可以吃一根潮州吗 ？OK， 我们现在演一个很短的剧 ，Ready Go。我不是跟你讲，我会好好的保护你吗？爱你一辈子吗？你为什么一直对我有怀疑？但是你的行为根本就是证明说，你不是在保护我，你其实你在伤害我。我有什么行为能够让你觉得是对的？你要的钱我每个月都给你500万，你要的车我都给你，你要的名牌的包包我都给你，你要的化妆品我都给你，你全身的东西有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你说连整容我都给你500万，我都给你去泰国去整容，说春心帮你安排的所有的整容费，还说什么？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是很可笑吗？难道你为你的钱可以压死我吗？我的人格就值得这500万吗？你就是关心我对你好就够了，我后面有野花惹草或者有别的女人你根本不需要管。我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因为我要独占。赌你的头，你要的是钱。谁不知道你当初跟苏春心讲说帮你介绍一个美容产品，帮你介绍一个最好的整容师，谁不知道你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我要去整容也是为了你吗？你要让我何苦去受刀？说的也是。你会那么简单吗？要有勇气才能够进那个手术室啊。OK， 我要你在整容多10年，你会愿意跟我整容吗？对，只要你把钱拿过来就好了。OK， 苏春心再介绍多一个整容师给他。哇，好厉害演啊！谢谢，一个疯婆子跟我演戏，真的。哎，你们觉得他演戏演得很好吗？哇哇哇！3、2、1，开始。怎么样，谁来他演戏 ？Very nice, very good, entertai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哎，我觉得你快了，你进入戏，还好，还好，还好。OK， 这个一个女明星能够在这么多年之外没有演戏，刚才我看你是用眼神那边给了我很多交流，对。所以演戏是这样的吗？你当时的老师是谁？毛威、夏川，跟那个郑永国。哦，所以他们教你演戏是用眼神？没有，郑永国是教眼神，然后夏川是教鼻子。一个导演，一个老师教眼神，一个眼神，一个老师教鼻子，然后有没有老师教嘴巴？嘴巴其实要自己去。OK， 我刚才听你的咬字哦，非常的清晰。你们是有学朱炳全老师的 ？OK， 因为我发现了现在的演员啊，好像咬字不是很好的。我就在跟你讲，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没有，我觉得是生活化。你没有生活化，你是真的把那个戏里头的该讲的话都讲过来。我有注意，因为我蛮注意细节的，就眼神之外的，因为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就注意他的咬字，因为很多道具我都看了，
他们真的是他们的声音之外，他们声音的咬字，所以我们听就 understand 他在演什么。他们很优势，很优势哦。对呀，哦，我要分享一下刚才哥哥主持的，就是讲意义的。菜和这些 ，OK。Before 讲义，我们先咬一口这个菜。我们要不要叫他们？放一边。放一边。等一下。OK， 你就跟他们讲几句话吧，放旁边啊。好，来，我先把。OK， 我们有机会下来吃吗？你们真的有想过来哈佛西服吃吗？看到这边的美味佳肴，怎么舍得不吃 ？My God， 你看这条菜，青龙菜，青龙菜，英文叫什么 ？Green Dragon。Green Dragon Vegetables。My God， 就这样 translate， 好像很bimbo这样。我们其实是有学问的，请问这边有没有人有学问的？青龙菜。青龙菜英文叫什么？青龙菜英文叫什么？一定有一个 professional 的名字，对不对？OK， before that 啦，马上就入戏。哎，苏春兴啊，你觉得我们两个演戏怎么样？你给几分？马玉轩也是个演员呢、啊、，Benedict 还哇还演技太精彩了，好棒的演出，金羊奖，我天哪、啊，有个金羊奖没？有金羊奖吗？没有啊，应该苏春兴的吧？啊、然后 Benedict 讲支持，精彩，超级棒，哇哇哇，三二一开始 ，OK， 很入戏耶，亚丽莎。OK， 我们现在吃青龙菜。吃了青龙菜，我们分享一下黄静怡的另一面。OK， 黄静怡的另一面就是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女明星就是哇容光焕发的那个生活花枝的，怎么讲亮丽多姿的？他们是不是很没有良心的在那边过生活？等一下你就跟我们分享，吃一下青龙菜。嗯，这我们就直接拿，不用 okay, 不用公筷。来，干嘛 ？I don't mind， 跟黄静怡这样 share。OK， 朋友们，青龙菜是不是吃的比较健康？是。反正菜就是健康的。对。有没有菜不健康的？菜就是健康的。对。嗯，这个我们炒的是蒜蓉，对不对？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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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脆耶。很脆。嗯。脆脆的 ，OK， 大家看这个青龙菜真的是青色的 ，OK。嗯。嗯。它火候拿捏的刚刚好。真的吗？不会说软软。嗯，其实因为刚才我们噼里啪啦的演戏哦，它这边已经是十分钟了，还是那么脆，也是算是不错的一个火候的拿捏。对，然后拿捏的很好。苏春兴，改次你来新加坡，带你来这边吃 ，OK？ 嗯，今天的 House of Seafood 可以说是很多人了，满了，差不多满了，不错不错，后面的。就通常的人都是坐在河边，嗯，因为他们要看那个夜景，对，非常漂亮。你可以，如果你们要许下承诺的话，可以来这边一路吃一路嫁给我们。嗯，我付500万就是500万。那我嫁给你就是另当别论，对、啊、对吗？我跟你讲，每个人哦，他另外再计算，就是以前的，每次结婚就是钱的。OK， 你给我100kg 哦，我就嫁给你。这是600 gram。哦，这个600也蛮多的。很大哦 ，$29 promotion。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干掉。这边写 Sora 嘛，我是个后辈，不可以评分。但是作为演技派，还有完全不被周围影响，勇气打满分。你们两一搭一唱，真有默契，谢谢，很棒很棒。有打听有打折吗？目前的快打折了，收29块，已经是很便宜，便宜到你可以吃100只，我跟你讲。而且它的房间29块，对，29块你就可以去他们外面摆出来的 crab 吧，你可以选。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吃的 crab 有没有 instead of 600，你是煮了 200 gram 会被 rip off， 没有，他给你选，你选了这个螃蟹，你写一个名字 Margaret， 比方说 Susan。你就进去那个看那个厨师在里面帮你炒的，你就看到 Margaret 已经被炒出来了。透明面的 crab， 然后带进去厨房。对，这个是 Miranda crab。OK， 大家看一下 Miranda crab， 你看好美哦。现在我们吃的这个青菜哦，怎么讲啊？它煮的很脆脆之外，它的那个整个没有那么油。不只是没有那么油，而且因为我吃蛮清淡的，所以它的味道对我来说是刚刚的，不会太过刺。这个厨师叫 Mr. Lee。
很可惜。他们有另外一个厨师是从沈巴旺白米粉的 chef 也来这边煮，所以里面呢其实是很多 chef 把最美的那些菜呈现出来。有些时候我们招待朋友我们要面子，比如说国外的朋友或者很久没有见面，或者你想要 impress 某些人，那你想要不可能好客成功嘛，你是说你要来一些比较好一点，这边也是不算太高级，是中等，所以你会说来，哎，有个 Singapore River， 这条河这么多 river 是新加坡河最美，对不对？还有什么河更美？没有了、哦、啊，你看灯光光的那些，有点像上海的外滩，小外滩。其实哦，在啊河边哦，最好的享受就是吃美食，嗯，跟叫一杯酒。嗯，或者是一个人煮，嗯，甚至你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做也很好，嗯，对吗？嗯，平时你有喝酒在家里看电视？在家里没有啊，我只有跟朋友喝，或者去朋友家喝一点点，嗯。We love Miranda. Feel you, flow you, 还是 feel flow you? Flow, hi flow. 我想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一种朋友，娱乐圈的朋友，还是什么 BG 的朋友，还是 BG 的朋友？还是你的邻居，还是你是那种街坊邻居朋友？街坊的也有。嗯。街坊也有啊。我的 AB friend 的也有。嗯。然后我的那个 WBG 的也有。嗯。然后还有。演艺圈的朋友有没有来往？嗯，演艺圈啊，嗯，有啦，但是每个都很忙啊。啊，你懂我有个老友哦，认识他，超过28年，就是那个牙力牙力虾，嗯，呀，接近30年，嗯，然后啊，他也上去支持我，嗯。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最 latest look of Miranda， 她很少化妆的，我知道。今天为了这个节目，她化了妆，我觉得真的就回到了80年代我们看的电视剧的那个黄静怡。OK， 我们想知道一下你做善事的一些。OK， 我本身有读你的 Facebook， 所以我觉得你做很多善事，跟苏春兴大哥一起做，可以 share 一下这一块吗？为什么你要做善事？其实这个善心也是一个缘分。当初刚苏大哥、苏正兴大哥刚开始做厨师，他刚也是一个缘分，由另外一个他的朋友拿一笔钱给他，就叫他帮他在曼谷捐。后来泰国的朋友就告诉他，其实曼谷的慈善机构都有很多人捐钱，外地人捐钱，所以就鼓励二哥往就是外围。曼谷的外围去做，比较奥斯克的。奥斯克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他们就帮他找资料，那当然有一些当地的朋友的协助，就找了一些靠近边境，东边境的靠近老挝，老挝那一带的一些比较穷困的地区，然后第一次最近要跟他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心疼。为什么呢？因为阿哥一个人要就是跟他一个泰国的朋友，他们必须去扛所有的衣服啊，人家捐的东西，然后他们要驾车上，因为他的车也不是很大呀，但是把整辆车都挤满了，挤满了还没有关系。当他们在从那边回程，说那时候是不是回程我忘记了，但是刚好因为那段时间是雨季嘛。说那边有水坝，但是那个水坝不像新加坡这样，我们有那个防堤，明白吗？所以是很危险的。不过当时二哥的进那个写进是，他们的车灯可能都照不远，所以很难阻挡。那只要稍微一些闪失，他就整辆车就会掉在水坝里面。所以二哥其实冒着蛮大的生命危险。然后从那次我看过后，我就觉得说，我就私底下跟二哥讲说。二哥，你下一位的计划，你一定要叫我，我去帮你扛，我帮你抬，我说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扛跟抬而已。哦，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是哪一年？2018年。
两年前。嗯，2018年。你去过几个跟他去过的那些奥斯卡的地方？总共几个去呢？两个去，三个去，最后一个去就是去年的11月18号。我看到一个有 River Quay 的，那个是几时的 ？River Quay 是惠和桥。River Quay 那个应该是那个不知道是三月还是一月哈，我都忘了。不止近，吓死他！我问了那个惠和桥，那个是一月份还是三月份？不过那个也是因为我很想去那个惠和桥，就是所谓的死亡铁路。所以我一直要去，一直没有机会去。那我趁那个时候刚好一个人在泰国，我就跟二哥讲说我很想去。说二哥那时候就安排了，我们上去3天2夜。辛苦吗？对啊。我看到的是因为它是一个 facility 不是很 full fledged 的嘛，就是不是很完善的一个住啦，整个你去，因为我看到整个画面是你们睡在地板，连你们可能就是吃很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也没有什么水电之类的，连你们可能是在地铺这样睡，所以因为怎么讲，你算是个很城市的人，突然间去到这个很农村的，感觉上会觉得很辛苦很累。反正我这整个过程我不觉得累，反正我觉得很兴奋。而且我们每一天哦，整个星期我们的睡眠加起来，不到18个小时。对，整个应该是不到18个小时吧，我大概这样算。因为我们必须很早起身。我们大概4点多我们要起，就是看你本身要多久的准备时间。那我们女生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大概。有些4点多，有些5点多，然后我们大概6点就会出发，因为他们每一个小的乡下，就是每一个距离，它的大概是1-2个钟头左右，所以我们需要那个准备时的，就是那个路程的那个时间，然后有时如果去比较赶时间的话呢，那一边我们也有义工，春心二哥那边也有义工，那义工又就到地的义工啊，对，到地的义工，然后他们就有准备早餐给我们，我们就在车里面吃。都是吃什么样的东西？就有时他们炒那个泰国的巴盖啊，那个果条啊，然后我很喜欢吃他们做的粥。他们做的那个猪肉粥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很简单吧？很简单，但是很好吃。对。然后我们整个过程，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本身我觉得说，我不感觉到累，我感觉到兴奋。但是我也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就是狂风暴雨。不是，就是你看到他们，很可怜。可怜到怎样？可怜到怎样？他吃含羞草，含羞草，尼摩萨，怎么吃？把这个是可以吃的吗？等一下。他们吃含羞草，然后他们拿含羞草来炒。然后比较有钱的呢，他们就会炒鸡蛋。然后比较穷的呢，就是青草。那含羞草是我们的野草。而且我们不要说吃了，我们连欣赏都不会欣赏。对不对？对，然后他们吃然后或者采野菇。他们会去森林采野菇。然后有些70-80岁，然后他们都要去森林，每一天都要去森林找野菇。然后他的野菇我不敢吃，因为它的颜色太可怕了。是 edible 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穿。因为我看到他们采了，就放在一袋袋，所以非常鲜艳的红色，也非常鲜艳的黄色，所以可以吃不可以吃，我不知道。不过呢，他们照吃。对，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照吃。不过他们一包包卖，就是整袋在那。不过呢，下一回明年我们在做这个赛事的时候呢，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试一试那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的感觉。那我也希望说，明年我们能够
再次上去。你们缺人吗？就是说希望有更大的团队一起过去做这个善事。还是你们要多一点资金？资金我觉得是比较比较 practical 因为你们就知道啊，这个比如说有1000块，300是给药，300是给那个 food， 拿的100是给什么什么的，因为你们知道，因为有些人是给玩具，他们也不懂得玩那个玩具，对不对？没有，通常我是本身我比较喜欢，就是过去泰国的时候，我去他们的一些书局，我会买一些东西，就是去到那边我才买。那边有书局？有他们泰国的书局嘛。那就主要是去 Bangkok 先买的。对，我在 Bangkok 买，然后我们才晚上我就出发。然后我觉得钱是对我们来讲是，我觉得钱比较实际啊 ，OK。实际比较需要到怎么样去？整个用 他们不是 money face 啊，你不要误会。没有，我们这一笔钱是二哥把那个书账都做得很清楚的，我们都，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费用就是我们的住、我们的吃、我们全部自费的没有 sponsor 的啦，没有 sponsor、我们的机票也是我们自己自费过去。所以你们是做那种 budget airline 还是做？因为我做 Thai Airways， 除非我买不到Thai Airways。 OK，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怎么讲，如果你要做慈善有两种一个是出钱，一个是出力。像米兰达是又出钱又出力，我觉得出力会比较难。没有啦，我觉得二哥比我们付出的更多，太多太多。因为二哥不只是要安排我们的行程，很多细节的，很多那种很小的事情。什么几点啊？那个车几点来啊？对对，你 miss 掉了那个车又不能来。我也看他的 Facebook， 我们一直认为，为什么叫二哥？不是一哥，是三哥，为什么是二哥？你们还有一哥吗？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因为田才也是叫二哥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二哥在家也是排老二人，所以我们就叫二哥。对，我看到飞书还有除了你还有王田才，还有谁议员方面也说。我不知道的。OK。因为只有田才跟我是叫二哥，当然他的家人也叫他二哥。那排老二。所以呢，米兰达一直以来这几年都做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啊、觉得很有意义，在跟大家学习。所以呢，最大的 leader 是谁？苏春心。二哥。苏春心二哥。人美心善 ，Sorama， 下次我和 Artworks 也要加入你 ，Sorama， 谢谢你的爱心。Guy Yok Tree Super Cool，Sorama 用心做好事的人有福气，对。Jasmine Teo Hello， 亚丽笑。保养秘方 Sorama Vinico， 很有心宽大的人才有办法做慈善，真是太漂亮了。We love Miranda Fleur， 有打折吗 ？OK。现在我们该说真心讲说奈何桥，什么 Quiet River 是去年1月15。我很喜欢那个 posting 呢，因为他说真心我会拍一些 video，很简单那个河啦，连那个 mountain， 我没有去过，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过了。所以我也是很想去，我也问过你要不要安排，但现在就不能去。对。二哥很仔细。很仔细。二哥拍东西很仔细。很仔细。对。冰冰话，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看到别人的苦 ，Chris Jung， 加油 ，Winnie Fong， 好爱你 ，Serene Chang。静怡非常棒，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携手做善事。Serene 也是做善事，你知道那 birthday 怎么 celebrate 吗？都成功，他去买鸡饭给老人院。很伟大。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女孩子是一定要扮漂亮的过她的下半辈子，错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一面，他们也是做很多善事，演员也好，梅姐也好，他们做很多善事，只是说人们把这个忽略掉了，他们在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其实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叫做善心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一些农民，对我们做善事，因为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我应该学习这种事情，然后怎么样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看到一个人那么多善事，你到了现场，
你有没有被哪一个心而感动？你问那个，我每一个心我都感动。所以演员都是这样的哦，他心里是很多那个。我是脆弱的。很脆弱的，因为我们每次看演员，他们最多的 action 哭，他就哭了，对不对？嗯、所以你的内心是很快很重要的。如果你是那种硬铁石心肠的人，就很难当演员。所以肯定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不是啦，其实也不是爱心。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我有爱心，因为这个完全就这个善行，我会参与这个善行，就是因为我看到二哥的行动。嗯。我看到二哥的行动，我心痛。嗯。那我就觉得我要减轻，过去帮他减轻。不要了，谢谢。再给我apple juice， 没有，给我 apple juice， apple juice， 然后你还有饮料吗？谢谢。OK，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叫 yam ring， 大家看一下 yam ring， 我们吃到了一点点，还有一大片的 yam ring， 你吃看看那个 yam ring 觉得怎么样？OK， 这个 menu 是我跟静怡刚才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慢慢的研究，慢慢的点。所以呢，都是它没有那个羽绒燕麦哦。嗯，我很把不要把那个油。嗯。因为有些人他用那个油是重复的用。哦，地沟油的感觉。没有它啊，对，有一种油就是那个油。repeat 的。然后吃了后，你的喉咙会很咸。嗯。呀，这个没有，它油，看它炸的东西。黑黑的。我去查过了，他们的米其林师傅给我那个手套。都没有。我都没人给，给我手套，我们要吃那个，谢谢。手套啊 ，thank。OK， 你看那围得很快哦，我们一叫就有人走过就来了手套。OK， 等一下我们吃 crab 用。哎，你刚才讲它的这个油方面哦，嗯，怎么样？你说没有地沟油的感觉？没有，就很新鲜，因为你看它炸的那个腌饼啊。嗯，芋头。芋头啊。发芋的，可能它叫发芋头圈啊，芋头圈。你看它的颜色，会那个。嗯。通常我们就 wedding 才吃到这道菜。哦，wedding dinner很少都有啊。啊，我很少外面吃了、wedding dinner才有。它的腌怎么样？咬起来？嗯。我先咬那个腌给大家看一下。梅花。我吃这个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脆脆的感觉？这叫什么菜？这个叫四季豆。四季吗？四季豆。所以嘛，皮肤好好分享保养秘方。听米兰达谈起他二哥，经常听到米兰达谈二哥。Miranda can choose your solo pics you like and PM me. 还有你个人的照片呢、啊，送给他。哦。这个人叫 Jesse Tan。舍琳讲静怡非常棒，说了吗？非常好，皮肤 Wendy Wong。嗯。你到现在你出去有没有人认得你？没有。他们都忘了你。很少。OK， 我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啊，很多影迷都知道，为什么很快的少过三年了、哦，你快乐就突然间消失了？为了什么事呢？哦，因为那时我们的 studio 的灯光，我们差不多会花一整天拍的 studio，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都会比我们这个 Facebook 的灯光还要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剧本，会烧掉的吗？不是，它整片哦，就是一下子整个起来。哎呦！对，很辛苦，对，晒到我整面有霉的。哎呦！偏头痛。嗯。所以后来真的受不了，因为医生就给我们吃那个药。嗯。什么药？那个药叫做那药叫什么？止痛的是吗？对，止痛的，它是一个调息降的。那个叫什么？我忘记它名字。总之是止痛的，对。对，但是吃那个，你可以配另外一个药来吃，就是预防你。胃痛，嗯，预防胃痛，嗯，因为我吃了药，因为我很讨厌吃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非常非常讨厌吃药的，嗯，所以我接受了大概
一年多，一直痛痛痛看医生，我受不了。嗯。然后最后我就决定说。And the resignation. Because of health. Yes. 一天平均可以赶几场次？你的记录是最高的。没有那个时候哦，我的记录啊，我的记录是三天四天三夜。Within 4 days 拍三天的戏，没有，不是4天，拍4天的戏啊，就是我们的戏是啊，比如说 Monday to Thursday， 一米剧我们有休息，但是休息的时间不长，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早场我拍啊古装，然后我拍完古装的那一些戏以后，我就会赶回去我们的化妆间，然后我就把头发全部拆掉，换成 modern 的时装，然后可能因为古装很多都是叶子比较多，所以我就可能因为你的奇缘嘛，对的那种，幽灵，所以拍完后我就要回去 studio makeup 的衣服，再换成古装，所以来来回回这样，很讨厌哦。不过早期没有办法，因为早期的很多很多戏在拍，那早期我们新广的电视剧非常多，就是都很多事都大家里面都很忙，都很忙。谢谢。就是因为那个灯光的问题，但是这个也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赶了，因为拍戏本来就是要靠灯光，尤其是什么打你的话打到你。那是那个你的皮肤会很干，而且我们当年的化妆，没有那么先进，是用那个 stick max 的那种。好像那个圆珠笔的，那一摇一摇的那种，就是要涂上去。而且别说他帮你涂，后面他用这个已经200个人在用了，他在帮你涂，对不对？所以你也不懂之前的人，所以你的皮肤就开始可能这些。有时会受影响，会受影响。这个人皮肤的质地啊。你看看。现在谈起二哥皮肤好，分享皮肤秘方。说现在你的皮肤比以前好。哦，对，肯定的，肯定。好很多，因为我吃的这个东西它是不属于食物，所以我要很谨慎。我大概吃了一年出一点点。贵吗？这个果然。其实我们平常在家里也是买营养品啊。但是后来我转去吃这个产品后，我就完全没有买了。就是保健品，大概呢，300多左右。哦，温门，那 OK 啊。因为你们平常买都要几百块，而且这个是属于有机的产品。OK， 是几岁的人都可以吃吗？还是有？小朋友都可以吃。老人家也可以吃。你比如说有时你要赶去喝酒跟朋友 happy hour， 你是可以吃了一包才。会影响你的来源？不会，不带，不会完全。你看我吃的身材多好，真的很瘦。他的瘦是很轻而易举的抱起来哦，然后哦，又下去那个风一吹，它也会飞到哪里去？你可以买进他的瘦，我相信他的 KG 啊，一定是50左右，没有超过60。没有超过60。我们不要讲真正的，你们女人就是年龄也不讲啦 ，KG 也不讲啊，腰围也不讲，什么都不讲。And Jensen, very reasonable yet good product. Yeah, so 相信 Miranda 讲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testimonial。就是你吃什么，你展现出来。如果你的脸真的是很憔悴，然后整个人走样，你讲的话完全没有信任度。我今天看你讲所有的话，我感动，因为你前面讲你做善事，然后呢，你这个保养的这个功能都很好，非常正能量。因为我们不能靠。就是说有些人说一种方法来对天，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靠自己辅导，因为辅导已经研发出来，它帮助了我们，帮助现在的人解决，对不对？但是这个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产品，是因为有 Lucky Draw， 不是，他们也做善事，他们也做善事，有，比如就是说他们会帮助一些学校买一些菜苗去他们学校，就是多去一块地耕种，就是让他们种菜苗，让他们可以自供。如果自供够的话，他们有剩的话就卖给别人，那就等于说给自己一个小小学校一个小小的收入，帮助。然后他们也会during 那个
pandemic time， 他们会送一些营养的东西过去给那边的医院，给员工那些护士啊，哎，我想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啊，苏二哥啊，伟学你讲了，二哥苏春兴，你们怎么去做善事？因为他们也是泰国，也是疫情。啊，那天有做，那天二哥在哈乌芬浪的时候，二哥也过去。过去哪里？过去东北那边。哦。迪亚。什么迪亚？吉亚，潮州话。哦，迪亚。吉亚。就他其实他一时间一到了可以他就马上去了。那次他下去是因为他 OK， 他有一次要下去，最近一次要下去是因为他帮我们去拜新年佛，我也看到他帮大家拜。对，那个也是真的。也算是个善事。对。然后他把我们拜的他拜四面佛的那些食物，就放在因为泰国因为他们那边哦，他们有一些类似那个 storage 储存食物的地方，然后会把这些拜的东西呢放在这些储存食物的厨子里面，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农民也好，他们需要到什么食物，他们就会过去免费的。而且，有一点你必须，我们必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就是他们拿自己足够的，他们绝对会拿，会多拿，对，比如说他能吃一粒苹果，他就拿八粒苹果，对，然后七粒就放一边，没有这回事，对，没有，不会，他们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可以很 respect， 对啊，很值得学习。等一下呢，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呢，苏春兴做的善事，啪啪啪啪啪啪，很多影片的照片，有人质疑他是不是做修。这个问题是一个，蛮多人会问的。苏大哥呢，就是你们的二哥。哎，这个这边这个苏张凯说，最可贵的善心是没有。哎，我老花眼了，真的我老花眼。我是看这些 Facebook 的那些 viewer 的那些 comment 啊，你这边看的时候比较看得到。比较下面。苏张凯就是最近有出一个老夫子的书是吗？对，阿迪阿嘎阿嘎。阿嘎阿嘎，就卖的怎么样啊？精彩。最可贵的善事是没有回报的念头。然后最美味的佳肴是有好友情实。的分享 Ajahn Singh， very reasonable yet good product， thank you for introduction， good product， let the food be the medicine。 Bobby Suji WBG 也在泰国分享分发食品， you hear Galvin Ajahn Singh， OK， 很棒 Ajahn Singh， Ajahn Singh， Ajahn Singh， 哎，你送你花刚花， OK， 现在我们要吃螃蟹，吃螃蟹的时候我要听你怎么解释这一个 explanation， 或者苏春兴，你现在可以打那个字出来。有些人说，你拍照分享慈善的行为是作秀，请问这是真的吗？是这回事吗？我们一路吃一路聊这个话题。现在我们来聊这个叫金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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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干香。干香就是用那个家里叶，跟一些那个香料，是属于干的。你不可以想象29块可以吃，以前我们总觉得在外面要花，外面要买48块一公斤，而且还没有煮的是吗？还没有煮。他们还帮你煮嘞，而且你可以要 chili crab， 你要 pepper crab， 你要什么煮法都有。他们还有 yakut 的嘞，还有 coca cola 的嘞。哈啊，哇，很多种哎，真的是 yakut crab、oreo crab、milo crab。Serious？ Yes， you name it。OK， 那 menu 不可能。OK， 我们慢慢一样讲，有 milo crab， yeah， yakut crab， oreo crab， then gampyeong crab。Chili crab, pepper crab, curry crab, butter crab, white pepper crab, black pepper crab. Okay. Okay. Butter crab. Butter crab 有，我那天吃了。然后还有一个是salted egg crab. 有，吃过了。那还有呢？很多了，不可能吃，要看那个。最少我的手上就有八样了嘞。对。八道不同的味道。对。OK， 我们现在吃这个 crab 当然要用这个 glove。OK， 这个 glove 它们的包装就是这样。很多人一定是联想成什么呀？安全套，对，它是安全套，因为安全套住你的手，因为它有很多冰那个尖尖的东西。来，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其实一个很贴心的一个 product 了，就是我们吃这个螃蟹的时候，对，写什么？蟹行霸道，吃过来农夫蟹可绝不同的。你不同的，你先给他们看。嗯。OK， 苏春兴讲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心正最重要。梅金讲我要吃螃蟹，要吃就来咯，才29块，赶快。飞呀、啊、飞呀、啊、飞不到我身边。附近的朋友。附近啊。嗯。哎，我还没有去。哎，附近是给接什么？不搭给的吗？没有，不是。不一样。在西啊，沙拉瓦 ，right？ 沙拉瓦，不是沙拉瓦，没，沙拉瓦。嗯。附近在哪里？哎，附近哎，那边是海鲜更厉害，对不对？那边是一个对。是不是啊？不仅吃海鲜，我要吃螃蟹，去不了。哎呦，我到不了，我去不了。你的味道，不好意思哦，我们就要吃螃蟹了，开刀了。好像 doctor 他们要开刀了，有没有？他们就是放这个 glove。现在呢，我们要吃螃蟹，螃蟹 wear glove 比较好。心正不怕影子歪，灯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样子也不一样。对，他讲 Sarawak 美景，这个是苏张凯。OK。哎，苏张凯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呢，我觉得。对。很funny的一个人，他你看他写的文字好像，我如果不要见他的人，好像是个很 serious 的人哦，好像那种，在一个 corporate firm 里面一间 office 里面打字，他真的是一个卡通人物的一个样子。你要跟他接触过，你接触过，你就会感觉他真的一面。啊、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健谈。对，非常健谈。很乐观。嗯，我感觉很乐观。啊、他很generous， 他的心是一个很大方的，他有一个很大的心。他一直笑。嗯。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哦，他不管他的，他心情不好，他也不会。把那个负能量给你，他给你正能量，这点很好。不过这点我要提醒一些网友，如果你们父母亲啊都曾经知道谁是王家野凤的话、请支持他的那个阿迪阿嘎嘎哦，那本书真的很值得买。哪里可以买？ OK 了。大报大众吧。大众吗？苏丹凯哪里可以买到你的书？大众。OK， 可以写一下吗？让大家知道你的书在哪里买你。你要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 Facebook 哦，让大家知道你的书在哪里可以买到。阿珍惜祝所有用行动的人行事，如果没有只是当键盘侠一评语是无需理会。春心大哥是用行动来证明爱心和善心，分享爱，散播爱，值得您分享，说得很好。阿珍惜也是每次做善事的。跟你们一起去吗？没有，他是在新加坡。新加坡人吗？新加坡人，他去不同的老人院，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团体的，一个小团体，他们是就是说让嘛，说让嘛本身有一个叫做 hard work。OK。hard work， 所以阿珍惜他们就会帮忙，大家一起去跑地面，然后他们去表演，表演，然后当然很多东西啦，不过他们通常会去老人院，老人院。让那些老人开心，我问你，比如说你们去这些，我常常看到那个画面，你们都有唱歌的吗？在哪里？你们去老人院呢？这些小孩有吗？哦，没有，泰国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欢迎我们。你们有没有去做表演？新加坡的，比如说你去老人院，你们有没有做表演的？我没有，我还没试过。在新加坡我还没有试过，没有试过做表演。他们我看到很多都是表演项目了，就是去那边，他们除了给钱、给红包、给礼物、给食品、给甚至是给药跟 lifestyle product、什么欢乐乐也好，他们都有表演一些歌唱。我觉得这个你们都很完整的。阿珍是索拉妈的 hard work， 索拉的妈 hard work 就是专门做表演、唱歌、跳舞给老人院啊，那些老人观赏。然后他们每样东西都亲力亲为的，每一样东西。很好，这个值得赞扬。来，祝大家多多做善事，让世界充满着爱，更多的正能量。OK， 请大家除了看美食吃美食，我们也不要忘记需要帮助的人。对。好，我们现在吃螃蟹，螃蟹你比较想要吃哪一个部分？我吃最小的那一个。这个。给我们给他看，我们看那个王静怡选的是哪个部分。我听你，春心大哥。
Gavin Ku， 他讲大概需要出钱出力，如果不是真的付出，不是真心付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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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这件事，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说得很对，真的很冒着危险。我看到很多画面了，你们觉得那些有点像是那种 不只是农村啊，那个山跟河啦、水的树林啊，都是蛮危险的。随便一个虫啊，一个蚊子都可以中两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好，对，那边更早点。啊，连出张凯说谢谢，记得那里去写你的 product， 那里可以买你的书啊。OK， 我挺你，春心大哥，爱真心，谢谢你的鼓励。大众书局、城市书房、友谊书、书斋都有。OK， 所以呢，如果你们支持本地 artist 本地出版的书，都可以在这个书张凯讲的这些地方 ，Popular Bookstore。所以我们看，哎，我跟你不一样了，我选的是这个冰色，这个叫拱是吗？拱。拱拱，这边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喜欢吃拱啊？螃蟹，说真的，很多人喜欢吃吧。比较有点像小孩子找到欢乐的那种喜悦。而且我很喜欢吃螃蟹的那个 shell 嘛。他们很贴心哦，他们给你那个砍头的那个。啊，对。给他们看一下，而且有 branding 的，他们不是而且他们要给你洗手的那个。所以呢，而且旁边也有一个，那我就洗手的一个地方。太好吃了，这刚用的。OK， 大家看一下，你看到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螃蟹，一般上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跟你弄到那么碎，你可以放进去，然后夹夹的再咬。对，不过他们已经弄得很脆了。所以呢，这个叫做贴心服务，在 House of Seafood。OK， 所以29块吃的螃蟹真的没有压力。其实哦，如果是一个人来的话，也可以叫，就这样一道菜就够了。你本来不开心啊，你吃的这个螃蟹很开心，因为那旁边还有河。没有来到这边就开心了，来到这边就开心，只要踩进来就开心，因为每个服务的服务人员都非常好。很多人走来走去都是服务员啊，你一下子你要什么你跟他们讲。对，而且他们态度非常好，对，礼貌，这是最重要，因为我很注重服务员的态度。因为我们吃有时候不只是东西好吃，价钱好，所以他们会让你给你包装的整个满分。本来你拿70分，就用设备甩这个拿到99分。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服务员的态度就等于老板的态度。你说的对，如果老板尖酸刻薄，味道会怎么样？一样。Cannot。You take one tissue already, I cannot give you two, 对不对？那老板很大方的，他的 waiter 就 OK 了，有一个大包的那些你要的东西。OK， 我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国人支持本地人，支持本地美食，谢谢支持本地，支持美食，舒张开。阿珍是国人，一定要支持本地人，这个夹子很高级，是很高级的，而且是很重，重量很重，真的重量。我觉得舒张凯应该没问题，他很重。我还是可以啊，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的。OK， 刚才回到我的一个question，就是说，有些人质疑。你们做善事不只是苏春心啦，因为你们是一团队的嘛，所以一直拍画面拍 video 去做善事，什么送东西啦、翻山越岭啦，你们一直 update， 他们就是说你们是做秀，OK 拿分数，请问你怎么回应？就很简单啊，难道我自己花钱自己去做秀吗？怎么说？如果我要做事，我在新加坡做就好，为什么我要飞到那个地方去？而且要爬山，又要流眼泪，要睡地板，何苦？轻则自轻。我觉得不需要解释，你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我不会逼你相信。我觉得这些人是黑的，是吧？有吗？我觉得 OK， 我多少我不理睬他们。因为你本来就知道你在做什么。其实对、我的解读是这样的 ，OK。OK， 说真心，我的解读是这样了 ，OK。为什么你们要拍照是对的？我看，因为我做很多媒体选美嘛 ，Miss Singapore。我们做每一个选美的活动跟你们一样，发自内心的去，比如说去那些老人院啊，送东西啦、帮他们洗房子啦、什么的。因为这些钱可能是 sponsor 的钱 ，sponsor 哪里知道今天我出了5000块，你是不是把它收起来不占？
所以说就是每次会写出来说某某人捐了1000，某某人捐了500，某某人捐了300，对不对？对。然后呢，你们用 action， 那个 action， 哎，你有没有 evidence？ 没有 evidence， 唯一的 evidence 是什么？拍照影片。We show you where we go。记得上次我们刚好在凌晨3点多到那个龙龙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赶着洗那个信封，把不同捐献者的名字一个一个信封这样填上去。哎呦，是很累。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填上去，之后我们就填到大概4点多5点，我们来休息，休息一下子，我们就上去一起上巴沙买菜。这个叫 documentation， 我们要做 documentation。对二哥所做的东西，我觉得说 transparent。那 transparent is very transparent。当然，有些人你怎么 transparent， 他们都会在鸡蛋里挑骨头。对。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解释，我觉得越描越黑。比如说啦。你们不拍的话，你们没有做影片分享在social media，人家说，我去年给了5000块，你有什么证据？人你们没有证据，他们说你，因为中间的人传说，你看，说餐厅吃好的，住好的，连米人的，你看就是吃到那么漂亮，他是不是把你们的钱花光 ？Sorry 啊，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赚钱方式，他们也把你的钱也去做善事，所以有 evidence， 根本我觉得 evidence。下点猫没有话讲了。没有，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吃跟住，甚至飞机票，我们都是自费的，我们都是自费的，完全没有动用到。没有关系，没有拿到那个。没有，我们也没去，没有，我们没有。Oh my god， 那也要花好几千人的去。啊，差不多，差不多。对，所以他们是很伟大的，不要再怀疑了。OK， 你们如果真的怀疑，你们出来做。真的，你们真的怀疑你们去做三星，然后我们那些黑客人就乱写东西。苏尊新讲说，因为是大家出钱，需要向大家交代，对不对？对，这个就是真要拍照，对，拍照存证，而且要拍照要拍得很。刚刚好苏春心是很厉害拍照的，所以他把每个好像拍成 MV 的感觉，人家就怀疑他做秀。对，加上你不化妆又那么漂亮，他们怀疑是不是你们一群人黄天才又是个大明星。所以你看他苏春心拍的，苏春心拍黄天才睡在地板也像很美，他们觉得是你们 glamorous， 你们在做秀，其实不是，他们本来就美，只是说。他们在做善事。没有，我们不是美，我们是有气质。有气质，对，你们用爱心的去做气。我是觉得啦，如果你们 instead of haters 哦，我很饱了。真的，哎呀，真的，我们吃了很多了。是讲到饱还是吃得饱？我很饱了。春心大哥，我讲的对吗？这个因为是大家出钱。对，因为二哥有曾经跟我告诉过我，他说必须向大家交代，所以必须拍照，然后让人家知道说这些钱花在什么，花在什么东西身上。而且。我觉得你更大的勇气，女人不化妆拍照是很忌讳，而且是女明星哦。我看到很多次王静怡在做善事的那些影片没有化妆的，没有，你很坦然的。OK， look at me， I'm like that， 就是我在做善事， I don't need to be pretty。其实要我化妆是很痛苦的。对，所以呢，你是女人中的男人，是男人中的女人。我觉得你活得很坦然，很实在。对不对？没有，我觉得现在我要学化一点点妆。没有，黄静怡把重点放在更重要的。你今天来做善事，不是来做画面。画面是OK， 一定要做一个交代，但不是做的最漂亮的画面。I can imagine 你穿一个 mini skirt 啦，穿一个 bikini top 啦，化妆班有 hair 什么的，哎，你不 make up， 你做这个，那才做事。如果我穿 mini skirt， 我看我的朋友每个就跟不见掉。对啊，很奇怪的一个画面哦。所以这是真的，他连妆都不化，连把明星的光环都已经摘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行为，值得赞扬了。OK， 我们给王静怡跟苏，我们家的二哥苏春心，还有王天茶，还有谁？索拉妈，还有呢？王天心，天才，还有所有和我们一起去做善行的朋友，大家说感恩。
感恩继续做下去、嗯、因为呢每一个时代不管是70年代80年代现在到底都还是有很多需要人照顾跟关怀，除了新加坡之外在国外也是很好的一个考量让你们哎，现在疫情你不能飞到国外去，你可以在新加坡做对不对、嗯、因为新加坡现在也是有一个学生嘛爆发，对，嗯，嗯。不过我们有另外一个，我有另外一个 friend 啊，叫 David Lee， 他也是专做，就是他们会去一些啊、不只是老人院，嗯，就是啊、智障的那些疗养所，他们叫疗养所，他也会去帮助他们，就是买东西，让他们去表演、唱歌、跳舞。好，那 David 在吗？对不对？好漂亮，超级是 Winnie Gong。因为大家之前苏春青，苏春青刚才我们这样解释可以吗？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因为我们差不多节目要完了。OK， 苏鸡肉，哇，给掌声！今天吃这么多五样菜哦，你觉得怎么样？嗯 ，OK， 我讲我最喜欢的好吗？嗯，当然吃我们菜是少不了的。嗯，还有这个干香螃蟹非常的香，很香哦。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来 try 这个干香，而且加上现在有特价29块600个 gram。嗯，他们有 more than 1 kg 的，哦、有更贵了，更贵。呀，当然就是自己的 choice， 自己的 choice。然后另外一道菜就是它的蒸鱼，嗯，刚才我们说哇，然后它的蒸鱼很 fresh， 呀，嗯。因为你吃蒸鱼哦，一定要新鲜，不新鲜是没有办法吃。对，吃不下去。所以这边煮的很新鲜。对。你这样你可以 delivery order 的了，在新加坡 order house of people 6444-9000，6444-9000 ，everybody 记住这个号码，6444-9000 delivery order， 而且 no minimum spending，no delivery charge。所以他们这边有几个经典大卖的，比如说那天我介绍那个巨无霸面包，大28块有、嗯，那里头有什么呢？有 double bread， 有 chili bread， 就把这些肉全部放进去好了。所以他们 delivery 一摞一摞的在卖，卖得很好，而且那个金枕头是吗？对，里面是什么肉？它也有 chili bread， 也有 double bread， 只是它没有壳了，它把那个肉已经挖出来了，对对对，然后就放进对。大大的那个板，你这样撕起来就很好玩，全家大小28块，包括 delivery， 明天你一家大小4个人吃，哇，和乐融融。哎，其实我会鼓励他们买那个金枕头，如果是家里的 delivery，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曾经买过金枕头的 curry 粉，你只要剥开那个面包，那个味道是什么？哦，不比了。Yes， 对，所以你们应该买那个金枕头。回家里也宵，他们这里几点关？11点，拉好的 10:30。哦，拉好的 11:11 了。呀呀呀！所以 afternoon 3-5休息，员工休息，所以你们可以吃 lunch 或者 dinner， 而且你感觉到很凉，对不对？嗯。因为他们会怕你热，所以他们有小风扇，他们有像这些。哎，有点冷。你看到吗？那个妖魔鬼怪的那个东西，哦、就是 aircon 来的。哦，那好像 robot 对对，所以他们很贴心的服务。嗯。苏春心想，当然可以，谢谢你的解释。OK， 苏春心想说我们的解释，觉得很好。然后呢，苏大哥 ，David Lee 刘光明在和大家庆祝生日，今天是 David Lee 夫人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OK，、okay, 好漂亮，超级帅。我问你啊，假设你去到一个老人院，然后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些时候要做一些节目，然后他们老人就坐在那边，就等着艺人表演一些节目。如果叫你唱，你会唱哪一首歌？比如说了，每个，比如说我看过，每次团里面有5-6个 artist 去，他们一定送米啦，然后什么什么，他们都会准备特地迷你的 show， 大部分都是唱歌了，因为你像 hip hop 啊这些，他们也不会欣赏，对不对？那么大部分的 artist 都会选择唱歌，你觉得你唱哪一首歌会觉得他们听起来舒服？我不大会唱歌，但是如果叫我选的话，我会选葛兰的老歌。哪一首？我要你的爱。我要你，我要你的。野玫瑰呢？野玫瑰。加加波，有可能吗？没有，我不会唱，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就买命啊。因为
葛兰你选他的歌好像没有一首适合去老人院唱的。没有，我觉得很适合。为什么呢？我觉得葛兰你可能也是他们的年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回忆，一个 memory。 OK， all right。 然后啊，他们让你拿一朵花摇着，让你 barakas， 对不对？OK， 我们去听一小段这个。那我会唱吗？一定要我说绵绵的糖，你就唱一下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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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最后一句叫 Jumbo， 不要了，谢谢谢谢。哎，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演得很风骚嘞。Oh my god！ 可以啊，单单的那一句已经是加分。哎，我是女汉子。哎，女汉子就是一个反差嘛，就是你刚才演的跟我演那个小剧集，把这个演的对起来，我觉得你是多才多艺了，而且我访这么多阿姨，你是唯一的能演能唱。能唱，你的音很准，你是绝对能唱，你只是不敢唱。所以呢，你们觉得这个米兰达能唱吗？当然可以，谢谢你的解释。静怡，我认识你这么久，还没听你唱过歌，哈哈。终于刚才他开了金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看这个静怡在这些乐龄的表演或者慈善的表演之中呢，看到静怡唱了，你们就觉得真的很像张曼玉。我不像张曼玉、啊、我知道你要讲红烧龙虾对不对？啊，对，张龙鸟虾。我觉得你也很像，真的真的。你们觉得他像张曼玉？我有自己的特色 ，OK， 我就是王静。你就是王静。OK， 最后哦，如果有导演看这一集，然后你想演的一个角色，但你还没有演过，请问你希望得到的一个角色导演是什么角色？你演过那么多嘛，古装、时装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你有什么角色你还没有演过？你想要演？我觉得我差不多都演过。真的吗？妓女有演过吗？妓女，好像我沾不上边了，说话。朱春熙，你觉得他可以演吗？OK， 你就给一个眼神，你要接客的眼神。OK， 就是十秒哎。他说，比如现在有男人走过，你要接客。你是我的客人吗？啊，对，我是你的客人，所以你要接客的眼神。OK，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演技。OK， 他说，他说什么戏都能演，都想演，已经演过了。就是我看看他有没有演过。我没有想要妓女，我就是在想我演的角色那种正直。就是所谓的比较 common 的角色。OK， 我们 ending 就看黄静怡演这个妓女的角色。Get ready， 我是 customer，你要勾引我。我对王静，我是 customer， 我对她没有兴趣。OK， 但是她呢，她呢是为了 hit target， 每天要 hit 5000块的 target 了。她今天只接了两个 customer， 她不够，她 hit 10个 customer， 我是第三个走过，她要接我。OK， 你用你的眼神啊，对不对啊？眼神。OK， 做静怡。OK， 他在接客的当中看到了第三个 customer 走过，他知道这个是很有钱的 customer， 他用怎么样的表情跟眼神，以十秒当中演给大家看。 Ready, three, two, go。 你不美？我不需要美啊，就是要去服务好。真的吗？你哪一方面的服务好？你要试过才知道，我跟你一次都没有。你用眼神来告诉我，你会用怎么样的服务来满足我？就用眼神就可以了吗？对呀。那你看到了吗？看到了。现在我要看你的鼻子，可以用鼻子来表示一下，你给我快乐的。哇，他做的这个表情很好，他用鼻子来勾魂，很好，谢谢你 ，very strong Daniel， 给你满分 ，OK， 是演技派的演技。所以呢，导演呢，你不要看王静怡就是演那些什么。以前的角色了，我觉得可以突破了哈。因为我的年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我都演了。对呀、啊，所以我期待她演老妓女了。对呀、啊，我觉得什么演技都可以考不倒你了。OK， 我觉得专业的演员连张曼玉都演过，说她因为演什么爬王凤甲爬门就拿到，她演妓女的角色拿到金马奖。所以我觉得 it's a challenge。我本身演过几部戏，比如说演忧郁症。我演过不必讲红歌很凶的这些，我觉得反正很好演，因为我们演自己都很 boring 的，对，
对，我希望呢，王静怡呢，在不管在心灵上，在生活上呢，有得到更大的开心，然后更加的健康。他已经是很健康了，看到他样子就知道健康满分。我希望他活得更开心，他其实很开心，但是要更开心。他把正能量传发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黄金怎么样的 tips， 保养得那么好，心情那么开朗的话，请上他的 Facebook Miranda， 怎么 spell？ M A N D A Miranda。其实你们可以直接上那个 products 的那个website。BWG。W Wonderful Beauty and Gorgeous。WBG 就可以找到王静怡，然后跟他联系他的宝宝。谢谢王静怡，希望大家支持王静怡所有的作品，也希望大家来支持本地的品牌 House of Seafood and Club D。今天我们介绍的美食不是只是看，是有的吃，有的买，有的 delivery order， 你打64449000就可以 order 到，而且 no minimum spending， 就是你打这个号码就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的金香螃蟹，还有干香还是金香？干香，干香啊，甘草的甘，甘香螃蟹。OK， 甘香还有这个 yam ring 啊，活泼。发布了啊，薄腌腌的这个、啊，然后我们这个青龙菜，还有那个鱼，那个笋好、啊、所以呢，这些你都可以打电话 order 到你家。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出门，我们可以在疫情当中，可能觉得有点怕，不想要出来，所以呢，你可以打64449000。谢谢大家上线，谢谢朋友们给我们 like and share。其实他们晚上的话，你们也可以叫一碟，就是叫蒸鱼啊。因为如果晚上你不想吃那么好的话，你就叫 order 一个 steam fish， 在家里慢慢食用。都no minimum spending。呀。OK， 谢谢静怡。静怡，最后你要呼吁什么东西要叮咛大家的吗？注意安全，健康。爱自己，爱他。对，谢谢，多做善事，这个也是很重要。谢谢，谢谢静怡，谢谢你们上线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